Morning, guys. Thank you. 就用一个。 My God, it's like so smooth. 我要 exfoliate 这边，因为我觉得这边其实有黑头，不管我有多累的话，我都是会爬到去那个厕所，然后卸妆。就洗完脸过后，30秒里面就是涂那些 moisturizer 那一些。 这个哈达拉伯科技的系列呢，它那个 ingredient 是日本发酵白米里面拿出来的，这个步骤大家都懂吧？Oh my god， 发亮发光，涂完这个之后呢，我上妆真的是很好上，完全就被卡粉那一些。女生最美的时刻应该就是 when 她们笑的时候，笑容是一个好像老天给的一个 bonus point， 就是 in that way 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很漂亮、很美丽。